经过刚才的努力，这个放羊救援队和这个土耳其当地的军方，我们一起救出了三个小孩。现在这里面可能还有两位大人，他已经受伤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四名护送队员，马上我们就会把他救出来了。反正他受伤了，要把他送到急救车，外面已经有急救车了。第三个小孩已经出来了啊。旁边队长已经把这位幸存者已经送上了。